老头子给你安排了新任务，准备动身了。 今天咱顺了几个宝贝，你拿一个，怎么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啊！准备好了吗？石州城好像已经出现了动乱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动身吧。 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啊，快走！啊！
了，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又来了。